你好，那个三块，左边那个两块，你给那左边那个。那个能讲普通话吗？三元，哪在重庆说普通话吗？生来没？给打个折吗？为什么？代表重庆欢迎你。谢谢。同学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同学，宋轩，他是第一天到我们学校来，对周边的环境都不熟悉。你们喜欢经常跑食堂的，经常跑操场的，下来主动给人家介绍介绍，啊？那边有个空位，你先坐坐，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啊。新闻上说，这里有开往春天的地铁，修在楼顶的路，怎么爬都爬不完的坡，和夏天突如其来的雨，而我对这里的印象好像……报告。好白嘛，怕是太阳都没晒过哟。你们说他从哪儿来的？高阳。嘿，哪个？啥子？我写笔记，你把黑板挡完了。那你桌子上笔记都没得，你写啥去？那女友都没记过格，你管别个说他的话？狗闹耗子多管闲事。还有今儿考试了，国文注解到大题出点心嘛。哇，那会儿开家长会，你爷来不来？不来。来了也没啥子好事情的。下面拿个奖状，让他来沾下光嘛。都得张嘴了啊！哎，选好第一。考试考得这么好，看了什么书啊？推荐一下呀。我觉得他不得行，到他那种态度，绝对没得朋友。别个那叫害羞、内敛，学霸都是我的。对了，他那会儿也没得人给他开家长会。我还听说他妈那会儿都不管他，看他那个态度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少管点闲事嘛嘞。耶，那个热闹吗？刘文的嘛，那个嘛，真的到手。你觉得？今天都给你那个面子，走嘛。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遍，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，啥意思？中的歌声，孤单等夜的声音，是谁？回忆中那个少年，为何依然不停地追？想要征服的世界，始终都没有改变。那地
想惩罚我的泪，黑暗中期待光线，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，跟着我干嘛？等待我，直到约定融化。就因为这个。谢谢。喂。随便坐。坐哪儿？哦。这些都是你小时候吗？怎么了？不像吗？没有，一模一样。你家里人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我爸妈出去工作了，家里就我跟我爷爷。这些照片都是我爷爷请人帮我拍的，他说拍下来记得更久一点。那你爷爷人呢？我爷爷拉货去了，还没到点呢。你成绩这么好，怎么转学了？我爸妈工作得到处跑，我一个小学就转了四次。习惯了，反正到哪儿都是我一个人，他们也不怎么回来。那你可比我惨多了。长长的路上，我想我们是朋友。你想看哪本我都有，只借给你啊，你可别给我弄丢了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，你没看过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早一点认识我，肯定比现在有意思多了。多有意思啊！你现在这个表情就挺有意思的。想喝点啥吗？我想喝同志，你请吗？请呗，又不是请不起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来了重庆之后都没怎么出去逛逛？走，我带你去。我在这儿从小玩到大，哪里的树最高，哪条路最长，哪家店的火锅最香，我记得比数学公式还清楚。你发呆的时候都在想什么？什么都想。比如呢？比如是不是所有的小鸟都有了家？你平常咋都不笑啊？我为啥要笑？我就是觉得你笑起来可能更好看一点。哎，你们这样的人是不是都有那种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想法？什么想法？就梦想、目标。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想实现？这可灵了，有多灵？只要你说出来，就会有人听到。有人听到呢，就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。那我希望能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一点。就这样。行，在学校我罩你。哎，对了，我带你逛了这么多地方，你是不是得给我点回礼啊？这就是你的回礼啊？啊，先给你补15块钱的课，咱们友情价一个月。早知道你要给我补课的话，我就装作没看见你了，真的。你要给我补习的话，那不是为难我们两个人吗？不过你要非要给我补的话，那
那我也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那我们先从数学开始吧，把这些公式都给我背。这可不是我求你的啊，是你自己求我，所以先给半个小时啊，半小时默契。半小时太短了，给我40分钟，35、35、35，35分钟啊，35。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，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。开往春天的地铁开了1年0-3个月，我还是没能弄清修在楼顶的路到底通往哪里。那些猝不及防的大雨，热烈地淋过整个夏天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在那条看不见尽头的长坡树下，有人总是等在那里。快点吗？等好久了。我跟你说，明天考试我绝对能进前100。你确定？那150，150总有了吧。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地问着自己，把我纸带了，二笔铅笔也带了，我马上到了，先不说了，你先去吧，挂了。找我们？对头。想咋子啊？啷个嘛，老子就是看不惯那种弃暗投明的人。我们都是那个当老头打滚的，晓得不？想面干净吗？问过老子没得嘛？我们从来不是一路人。老子都是看不得你变好。你要干嘛？看不过某个傻子被打得那么惨。你就不怕明天被通报批评啊？解救没有还手之力的失足少年，这不是见义勇为吗？你说陈老师明天会不会发吗？不知道。不仅缺考，还弄成这样，我们会不会把你三好学生打没了？无所谓的呀。什么无所谓？现在没有，你会总会有的嘛。我更相信直觉。直觉？直觉就是此时此刻我应该在这里。我还以为你的手只会拿笔呢。不过刚刚那几下是真的挺帅，这个我承认。然后怎样？看得到太阳吗？晚上怎么可能有太阳？你会想去哪儿？一起去。好啊，我去哪儿都行。想去重庆之外，北京、上海，看看更大的世界。那说好了，明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吗？会的。那说好了。